印尼总统苏哈托的车队及时进入官邸，这位焦院长想见的人，事实上也正积极要求安排双方的会晤。毕竟在经济受到严重打击的印尼，的确需要雪中送炭的友谊。稍早穿着印尼服装，焦院长第一次公开露面，就是在饭店花园刻意与媒体不期而遇。这边像我这样子，完全要去买文化。焦院长强调，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猜测他此行的目的。然而他与苏哈托会面，事实上已经跨越了经贸的层次。华视新闻周怡怡和叶宏杰在印尼雅加达的采访报道。